年仅4岁的中美混血儿 Kayla 在 IPOP 国际才艺汇演中脱颖而出，一举拿下5个大奖：最佳笑容奖、最佳广告模特奖、儿童组歌唱3等奖、T台走秀个性奖，成为 IPOP 国际才艺汇演舞台的小明星。请看报道。IPOP 国际才艺汇演在洛杉矶比哈利山庄盛大举行。 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和亚洲各国的儿童少年近千人参加了汇演。年仅4岁的中美混血儿开朗，金发碧眼，活泼可爱，落落大方，在国际才艺汇演的舞台上，用纯正的华语演唱了中国歌曲《歌唱祖国》，百灵鸟般的歌声在整个会场经久回荡。 美妙的音乐，热烈的掌声和屏幕上飘扬的舞裙红旗，洋溢着和平友好的欢乐气氛。在小模特走秀环节，开朗与搭档登台亮相，台步稳健，姿态优美，稚气而不失可爱。 凯拉出生在美国，妈妈是旅美华人，父亲是美国白人。他们在家多讲英文。为了能参加这一次的国际才艺汇演，小凯拉在妈妈的辅导下苦练中文歌曲。凭着努力和天分，凯拉很快的字正腔圆的演唱了中文歌曲。在洛杉矶音乐舞台上，不时会听到凯拉的美妙歌声，因为她。